主题曲复仇者联盟，大家有没有看过复仇者联盟？它从2012年开播到现在续集不断，甚至呢在好多次都拿到只要是上映了一定就是全场甚至是全影院的第一名，在国外的电影销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刚刚我说到了我们 C 团的小朋友刚进团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没有练到那么好，所以我们可能都拉一些比较可爱的比较简单的曲子，但一旦我们练习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呢，我们升上了 B 团的哥哥姐姐们呢，我们就可以学习比较多的乐曲，像这个自己小朋友在家里拉的也很开心哦，谁不想当复仇者联盟，对不对？接下来有请我们 B 团复仇者联盟。